M350全数字逆变低飞舰的二保焊镜，主机支持 C2 MAG 两种焊镜模式，有电流电压的分别化调整和一元化调整，支持碳钢的实心药芯和手工焊功能。焊丝直径支持 0.8 1.0 1.2 三种焊丝直径，有 RT4T 反复和点焊功能。储存调用功能，主机的话它支持10个参数的储存和调用。点动送丝，收弧电流、收弧电压和点焊时间的调整，电弧特性软硬调节，主要调节容池深度。主机左侧面板的话，它有故障代码表、内部参数代码表、内部菜单操作说明。故障代码表的话，主机出现故障代码以后，主机面板上面出现故障代码以后，参照故障代码寻找故障内容、解决方法。内部参数表的话，它主要是调整二保焊的时候的气弧参数、收弧参数和电焊条、手工焊的引弧电流、热启动电流和推力电流，还有恢复出厂设置，这是参数表的各个参数搭配使用的。